情书交给担任信差的局长。那等一下，在这个活动之前呢，由琼瑶女士跟局长呢，能不能拿一下，就是我们《天作之合》的电影首拍版？因为呢，琼瑶阿姨上次就有说要来拍《天作之合》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做全球华人的征件，而且呢，第一名好像也可以得到10万块的奖金哦。到6月7号截止，所以呢，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看清楚了，现在就是琼瑶女士跟局长手上拿的那两个板子，赶快，你对《天作之合》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？有什么浪漫的故事？不要只放在脑袋里面，赶快把它写起来，寄到我们的 email 里面，你就有机会得到头奖10万块哦，而且到时候电影就有机会照你设的剧情去演哦。好。麻烦看中间的摄影机，好，谢谢。然后请大家一起看右边的摄影机。好，这个再吃一次。好，这不要遮到脸。下来一点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那好，谢谢。